哎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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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落轿，落轿，落轿！哎，落轿，落轿！哎，好好好！哎哎，快快快！哎哎，来，请请请！哎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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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慢点啊！哎，到了，到了！哦，哎，你看，大哥二哥还不动手？啊！啊！好个妖精！哎！有什么意思啊？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！对对对对，好，来来来来，咱们喝酒。对对对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哎，咱们坐下喝。坐坐坐，来。哎，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，可立了大功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咱们同三弟干一杯，干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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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，干干干。哎，来，我给你倒上，倒上，倒上。哎，大哥。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，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啊，念佛不浅呐！是啊，这兄弟们也得多喝点。来，放开你！快点，干什么？要干什么你呀？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，怕不好煮，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，然后再蒸。走，你以为猪爷怕炮啊？啊，我怕炮啊！啊，哎，那你还嘴硬？来啊，把它扔进去！扔，扔！走，来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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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它泡着。师傅，悟空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你帽子上呢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？悟空，沙僧和八戒他们在哪儿啊？沙僧给捆在那边了，八戒被他们抬走了。会不会抬出去吃了？不会不会。悟空，悟空，你快想办法救我们出去吧。师父放心，我正想办法呢，你在这待着，我走了。悟空，悟空，
谁叫我的名字？谁我？你是谁呀？我。我是阎王爷叫我来拿你下地狱的。你是无常鬼啊？正是，让我先把你锁上。哎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我是唐僧的徒弟，是西天取经的，你能拿我下地狱吗？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，凡心不改，不能取得真经，才让我拿你下地狱。再派别的人去取经。哎呀，无常老爷，你别急嘛啊！哎，阎王让你三更死，谁敢推迟到五更啊？无常老爷啊，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，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，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，宽限宽限啊。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？我的大师兄，他在哪儿呢？说呀！哎，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，他会来的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。哎，无常老爷，无常老爷，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。有银子？银子在哪儿啊？拿出来我看看。哎呀，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，银子在我怀里的呢。啊，在怀里？哎，啊。哎。呆子，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！啊，你是？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？啊！啊！死密码问，你不来救我，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？别嚷，别嚷！你到什么时候了？你还拿我算呢？我就那么点钱，全让你给诈骗走了。我就是来救你的，别嚷！救我，救我吧！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！你再嚷，我就不救你了。哎呦，猴哥，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，我的手脚早麻了。好，好，好。起来，八戒。八里堂。哎。哎呀，大哥，公主，我敬你一杯。公主，你怕我会加害于你？公主，请看。公主，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！快走，快走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大王说了，猪八戒不好烂，放在最底下蒸。不好烂，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？哎呀，剥皮多费事啊，汤一滚它不就熟了吗？这个妖精是个外行。大师兄，你说什么呢？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，他说八戒不好蒸，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？对，头儿，到底先蒸谁啊？别听他废话，就蒸他，就是他，来，过来，等他。哎呦呦，还是先蒸他们吧，我一蒸就烂了。八戒，八戒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头儿，下一个是谁呀？这个，这个，走，快！悟净，师傅，你放心吧，不碍事啊，师傅。悟净，放心吧，师傅，别怕。
该他了。好，这个，小心一些啊，别让他又跑掉了。是是是，好，快过来，过来。哎，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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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唐僧也抬上去。是，来，改杠，改杠了，改上，准备上火。啊，上火。师傅，师傅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！快点收，快点收！啥子忘掉了？忘的。悟空。快点收，快点收！师傅，怎么办呢？师傅，哎呦！北海龙王，你好似在呀。大圣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急事找你。有什么事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坐下说。你这人慢慢说。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。怎么了？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龙屉里给蒸了。好，有这等事。你快弄些冷气到龙屉里，保我师父不死。好，我们这就走。快走。多弄些冷气进去，知道吗？啊！沙师弟，沙师弟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怎么突然就凉快了？是啊，刚才热得不行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？八成是龙屉漏气了吧？不不不，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。嘿，管他呢，反正今天没死啊，是咱们的运气。咱们是没事了。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？哎，师傅八成蒸熟了吧？啊，哎，师傅，哎，怎么没动静了？师傅，师傅，哎，还得说话，火不够大，快快快快快，添柴火！大王，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。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？好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，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。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。你既是大鹏神雕，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？公主，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，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。那又怎样？那南战不周，众生愚蠢，多杀多争，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？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。哼，公主，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，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。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？嗯，我当然是了。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，放他们一条生路啊。公主，公主，我不吃，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。起来呀、啊！哎，起来！啊！师傅，悟空，
是你吗？师傅，我来救你来了。哎呀，你可来了！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，咱们走吧，走。哎，你们，走，师傅，快走，快点，大一点。八戒，八戒，哎，快走，快点。公主啊，公主，你就随我吧。唐僧跑了！哎，快快追呀！快追，快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追，快追，快，快追，快！唐僧跑了，快追呀！快追，快追，快追，快，快追，快追呀！八戒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师傅啊，这都跑了一夜了，实在走不动了。是啊，师傅，这天都大亮了，我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。悟空，跑了一宿了，马都累了，我们歇会儿吧。好吧，师傅，那就歇一会儿吧。哎，八戒，师傅，师傅，来，哎，妖猴哪里逃？哪里走？哎，哎，是啊，哪里逃？看我铁法！啊！哎，你看，哪里逃？哎呀！哎！你这个凡人，逃不出我的手心。佛祖，我要跟你辩理。啊？啊？悟空，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理？如来爷爷，你要真心传播经文，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，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，岂不省事？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？哎，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，不知受了多少苦，如今路过石驼岭，不是老孙护着，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。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说，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。不走了，不走了，不走了！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。不是老孙编，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。当初混沌初开，万物生灵，有飞禽走兽。走兽以麒麟为长，飞禽以凤凰为长，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，孔雀好吃人，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，我刨开它脊背，来到灵山，我本想取它性命，众仙说，我若伤害他，有如伤害生身之母，故而
我将他留在灵山，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。啊，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。也可以这么说嘛。好啊，哼，你亲娘舅吃我师父，还说跟你没关系，你得还我一个胡论师父，要不俺老孙跟你没完，就不走了。头头，不要放刁，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。啊，这还差不多些。慢啊，文殊普贤二位尊者，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，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。遵旨。多谢多谢。大胆猴头，还不下来和我一战。孽畜，哪里走？饶命啊，饶命。妖怪说，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。哦，啊，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？这，哎呦，哎呦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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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慢点。师傅，多亏这小女子指点，才救了师傅。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。多谢公主大救。公主，这个哎，公主，公主啊！师傅，